Sally Salva, 9-6. Yes. 李宗伟在防守过程当中的一些挡网、起球，能够感觉到质量也都是非常高。这每每出现这样的一拍啊，都能使他成为一个防守反击的逆转的一个球。哎呀，这李宗伟的防守是坚如磐石，反击呢也是非常的迅猛。防守之后的回位相当的快。李宗伟以11-6领先进入第二局的局间休息。抱出来也是觉得对手太快了。这个确实没办法，跟不上对手的速度，那么就会在场上出现很多破绽。球。12-6。一个非常漂亮的滑板。又出现了失误。7-14。现在李宗伟基本是可以控制了这场比赛。